在压了什么？那天我记忆补的是这轮了。不是那个轮儿。哦，就是啊，这就是在他们家补的吗？这个轮。不是那个轮儿。这个还扎了呢。小灰灰吃钉子了。啊，就这块儿。嗯，我最近一连串的倒霉事呢，其实是从这个班车延误，在等车，在我吃饭的时候差点没赶上班车说起。在回来的时候呢，车里全是土块，因为这个车窗户下来了嘛。再紧接着就我被困在电梯里面了。再紧接着那一天呢，我补了就是驾驶座位这块的一个轮胎，它吃钉子了。然后今天一看那个标，黄色的标一直在闪，我说气儿不足了吗？是另外的这个几个轮胎的吗？啊，然后今天一查，哎，副驾驶那块儿又吃钉子了，被扎了，扎破了。哎，俄罗斯，这咋？我这里了，这早扎了，我这里了，那早扎冒这么米了。那我前两天就刚补了驾驶位，位置上面的。也是扎钉子了吗？这个扎的时间长，这个帽都磨没了。那个我不知道，那个没看。那你看钉了吗？那没看。那天。我就这轮那天没扎。不是我爸让他哎。那玩意儿你现在抖轮胎得给你抖岔了。你看你是想这轮扎的？他说扎了呀。我对。我把车停在这儿，我就上去了。那大家好，看我这个样子，现在是早上5:30，我要去接谭娜，然后我们出发去机场，又一次要出差，又一次要去北京。今年我跟北京特别投缘，这已经是第三次去了，还是第四次呀？你好，是你给我买的什么吗？嗯呢。有新款的耶，是吗？还有这个。你吃了一块儿。我吃了一块儿。我就喜欢吃这种软软的。你去。好，带好安全带。出发了啊！这边好吃是吧？嗯呢。多少钱？200块钱。哎，咋还涨价了？每次坐地起价的师傅。因为现在是早上。才快6:00，把车停在机场，好好看一看啊，有没有窗户，有没有下来？首先我们家再三嘱咐，要看一下。欢迎登机。头像有没有出现在大屏幕上？你如果出现的话呢，喊呢在这一轮就成为我们的幸运来宾。礼物哎，在我们稍后会议结束之后呢，请您到我们的文创展示展台，就是我们的门口呢，来进行奖品的抽取。哦，有视频为证。那现场的朋友，对，我们的活动结束啦，结束了之后陪坦娜过来取赛马。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，展示展示一下。
拍立。正好我办公室纸桌上没有没有，缺一个台历，你看。这样。这里头全是我们修齐的美照。它是木的这种。哦，对。木质的这种板。木质的板。然后宣传册、旅游护照、哇，白马、春歌、夏诗、秋画、冬韵，冬韵就是我。因为我名字叫韵。旅游线路，这个到时候呢给大家一一在我们的微头条去展示一下。最近因为都是旅游季了嘛，很多朋友在问你们出一个攻略呀，然后自驾游的攻略呀，跟团的攻略呀，各种到时候呢在微头条按图文的形式给大家去展示出来。好，发动这样去免费没有学校，不要胡说。在吃还是打包，然后我打包了，打包完之后在等车的时候，在大厅我就已经吃完了。